架王竟然是在这个城市。大陆电商提供代吵架服务，对哪个城市的人因为太会吵架了，连电商都会吵不赢。我觉得要会吵的话呢，应该沿海省份会吵不过内陆省份。什么观感？什么叫沿海吵不过内陆？真的，两岸猿声啼不住。你以为那真的是语言吗？那个是人在吵架。你是哈拉的还是真的？哈拉的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